现在这个要捞一些那个昨天彻夜采集的这个水藻哦，水藻浮游生物哦，要给我们的水母吃。好，那我们那个水藻采集的这些呢，要来喂我们的海月水母。哇！这么多哎，怎么够吃啊？不够吃啊，怎么办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坤，欢迎收看阿坤的水族游乐园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个那个算是养殖跟水族比较常食用的东西哦，就叫做什么？叫我们叫做饵料生物的东西。因为一般呢，我们在饲养呢都是什么？使用的是饲料嘛，哦，饲料，要不然就是生饵。那活饵的部分呢？那一般像阿坤会去抓一些小鱼、小虾，或是说无锅鱼这样当做活饵。那活饵有活饵的好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些食物，一般的水溶性维生素呢，它必须要在活体或是限流，哦，就是生鲜的状态下去给你的宠物或是说养殖物去食用。那如果它冷冻过后再退冰呢，通常水溶性维生素呢比较容易流失。阿坤有时候还是会譬如说喂那个冷冻饵料给花枝吃，或是卵枝吃，哦，或是一些鱼类吃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还是偶尔会添加一些活饵，哦，活饵，然后或是说生鲜的饵料，哦，就是为了提供它，哦，这些水溶性维生素的有可能不足的地方我们去给它补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介绍一个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最基础的，就是如果我们有养孔雀鱼啊，一些繁殖那些鱼，那我们就是一些鱼苗孵化跟它，甚至后续我们都会喂饲料以外呢，就是给它一种什么叫丰年虾的东西。丰年虾，那阿坤今天要做一个什么丰年虾的孵化桶哦，因为我本来有一个了，那我想要再做一个，那想要趁这个机会呢，跟各位介绍一下丰年虾这个东西哦。那丰年虾呢是什么？是一个广源性的一种节肢动物哦。那它其实不是虾，它就是一种蠕，我们叫做蠕虫啊。蠕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咸水的意思哦，它就是一种咸水的节肢动物这样子。好，那蠕虫这个东西，其实网络上啊，如果维基百科都有介绍很多啦，我们不要去特别，没有去特别着重这一点。那我们在着重在什么？就是我们要如果要孵化饲养这些有的没有的哈，我们就是会再介绍这一个部分哦，主要着重在介绍这个部分。那台湾呢也有丰年虾这个分支哈，那其实在一些稻田啊什么，其实偶尔也会发现哦。不是说大家以为说台湾没有，所以都是买进口，因为进口这个丰年虾的品种呢，它是比较属于耐盐性高一点的哦。然后它就是怎么呢？其实基本上丰年虾在海水里面海洋环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通常它主要的生活环境就是内陆哦，内陆积水积盐哦，有盐分的地方哦。那像美国最有名的盐湖城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盐水湖，内陆湖，那它的盐度也比一般海水高，所以它那边有产生许多的丰年虾这样子。OK， 我现在介绍它丰年虾要孵化的桶子，然后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制造。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那个逆渗透水的桶子，然后就是大约20公升，因为我们养殖场，你也可以用那个2公升的保特瓶去做，那也 OK。然后甚至你就买市售那个，花个几百块，虾皮好像卖200-300就可以买到一个孵化桶，那个都 OK。那我只是说我们量大，我们就是自己做哦。这个20公升，我们一次可以孵多一点。好，那因为要分满一桶，那现在要2桶，为什么？因为最近水母要蓄养，要越冬，所以要慢慢去饲养嘛。所以我们就是比较需要大量的丰年虾，不要让它什么水母瘦掉哦。我们就是尽量去喂食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丰年虾桶多一点，然后可以孵化多一点的丰年虾卵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桶子。风筒哦，那个都很容易取得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把它这边锯掉，哦，锯掉，这个盖子不要，然后你可以看要锯在哪边。哦，那我建议是锯在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。OK， 然后锯一些就好了，因为一直锯其实蛮累的。大坤就是一个头甲波，就是使用这个剪刀，因为已经有洞了嘛，我们就是伸进去剪就好了。
好 ，OK， 那剪下来这个呢，也要当花盆啊，或什么都没有问题哦，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怎样呢？就是基本上我们孵化的时候，为什么特意在这个环前面呢？因为我们要说水到时候就加到这个是极限哦，极限水位哦，不要再超过这个，然后它比较不会水淹出来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呢，就是一个凤梨虾孵化桶嘛，当然还没哦，还没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做打气管嘛，因为我们水到时候加上去。这个地方要打气上来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打气上来以后，凤梨虾才会超长，在滚动，第一个笼养，第二个滚动，哦、才能比较好，有比较好的孵化效率。那我们要使用什么呢？就第一个我们要打气管嘛，吼、哦，打气管，那我们就是用一般的市售的打气管，这一段就好了，哦，用一段就好了，好、哦，就这样。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用什么？就是用吸力控，哦，打气管这地方我们用吸力控把它固定，把它固定起来。好，那么中间可以用什么呢？可以用这个滤棉哈、哦，滤棉做一个填充哈、哦，我们就不用用到那么多实力控去浪费哈、哦，浪费，因为它不需要整，不一定需要整根那个里面都是实力控。然后另外呢，你都是实力控呢，也比较容易没那么容易干燥哈、哦，没那么容易干燥硬化，那你就要等待的时间就相对就变比较长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用滤棉，然后把它做包裹，好包裹。然后让什么呢？让这个打气管呢，尽量在中间吼、哦，在中间，哦，在中间的状态，哦，让它保持在中间的状态，哦，稍微填充，哦，这样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打气管在中间，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上这个实力控了，哦，实力控，哦，那一定吼、哦，一定要留一点空间吼、哦，我们要确还是要有一层扎实的实力控，那才有到时候我们在。凤梨虾桶要注放水的时候才不会有漏水的问题。那挤的差不多以后呢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不给抹平的动作，好抹平。大部分只用手了，那你怕那个粘黏的话，哈，粘黏那就不要用手，我们就是用那个有磁力控的专用的那个刷哈刮刀。那我阿坤手边没有，我们就直接用手 ，OK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尽量这个打气管一定要记得哦，维持在中间，哦，维持在中间。然后呢，一点点挤压跟涂抹，哦，让它刚才挤压的那个空气哦，不要去沾到这样子。好，那里面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外面也要大概把它，我们外面也是要把它框起来哈，哦，是要把它框起来。为什么？到时候里面真的漏了，我们还有外面这一层可以挡住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实力控大概用这一些。那一样啊，把这个残胶以及跟那个刚才挤压的地方把它抹平，哦，抹平，没，顺便把那个空气挤压出来。然后切记哦，摸了这个实力控呢，你千万不要去碰水，哦，碰水你会更难洗。哦，你要赶快用干布或是说用卫生纸把它尽量的擦干。那过一阵它就会掉，那你不要去残留太多，你手会不舒服哦，不舒服。哦，那它干掉以后就你手我们有蜡纸嘛，哦，就搓一搓就会掉了。哦，这个状况下千万不要去碰水，哦，碰水你会非常的难洗，然后也不要去碰到衣服裤子，哦，它会粘在你纤维上，你也去不掉，就丑丑的这样子。好，等硬化以后呢，我们就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就可以开始使用。好，哦，那预计是可以差不多。12个小时到一天呐，吼，放久一点，它的硬化效果会比较好。那现在还软软，我们就不要碰它。OK， 那我们就等它硬化以后，我们再来做接下来动作喽。Hi，Hello， 那我们那个已经超过一天了，吼，超过一天了。然后我们那个实力控呢，吼，已经完全硬化了，吼，硬化。那捏下去，当然啦，还是会有点反弹。但是实力控本来就是会有这个软 Q 的那个特性，吼。那它这个基本上胶合已经都非常完整哦，只要你这个地方没有残留的油脂跟那个水分的话，它都会硬化的达到我们的。那里面当然也是啦，哦，原来啊，你可以看啊，这管子可能没有很至中哦，没有很至中，但是没关系，也够了哦，不要贴的边边那样很太过偏就没事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昨天有沾到这个实力控哦，那我们没有把它当场抹掉哦，那今天它硬化呢，我们就把它抠掉就好了哦，抠掉。哦，没有什么大事情，抠掉。啊，你反而去把它抹的话，它反而那个残留
会贴着那个壁边，反而更难剥。我们就大概把它戳掉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基本上就是一个 OK 的，就很简单，就是这样一个风铃虾孵化桶，我们就自己制作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安装哈，安装，然后跟放这个风铃虾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这个风铃虾卵。好，那这个是阿坤在虾皮上买的，那个叫这个是叫皇冠牌，好，皇冠牌的，好，没有业配啦，就皇冠牌的。然后它这个罐子上面都有介绍哈。那像你像这个，他说15-35 PPT， 然后 pH 8-9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基本上呢，你如果是淡，我们一般的淡水加食盐，它可能就不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淡水一般不会 pH 那么高。哦，那要海水，一般的海水可能才有到这个 pH。哦，所以一般阿坤的有建议的两种方式，就是我们使用那个天然海水。哦，天然海水，然后呢，他说15-35，然后我们正常的海水的那个盐度 PPT 呢，就是35%左右。那所以呢，你基本上你看这个极限它是15-35，那表示什么？我们尽量设定在中间值，所以我们尽量在25%，哦，25 PPT， 哦，这是在中间值。那中间值代表什么？就是它最舒适嘛，哦，舒适区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它建议的范围的中间值，哦，中间值。所以我们基本上一般也不会到纯海水去孵化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刚才讲，如果家里不方便取得那个纯海水呢，要用什么呢？有人说，那我去买那个叫什么海水素，哦，那个比较贵。那如果只是孵风铃虾的话，我就有一个更简单的东西，就叫粗盐，哦，粗盐抽盐洗涤盐，哦，那这个呢，基本上水族馆都会卖。那当然它为了赚钱啊，所以会卖比较贵。那一般呢，如果我们找得到源头的话，我们会去，如果使用量大的话啦，我会建议各位去用买那个粗盐，哦，买这个粗盐呢要去哪里买？去那个我们叫做农会，哦，农会仓库，哦，农会仓库它会卖很多肥料啊，卖很多那个农药啊，那些地方，哦，大包一包都要几公斤，对，那个地方就会卖粗盐。那据阿坤上次的记忆，这个也是上次买的，上次的记忆是50公斤，哦，差不多300块左右，50公斤300块左右，很便宜很便宜。那这保证你可以用很久啦。那50公斤很重哦，阿坤上次抬下车，结果扭到腰，对吧？记忆犹新，老了哈，没有。所以这个粗盐哈，哦，会比较实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加下去的话呢，它会让你的 pH 也跟着上升。哦，所以一般很多有些养那个孔雀鱼的，哦，它也会习惯性放一些粗盐在它水里面，然后调到5%的盐度以内。哦，有些说啊，你说鱼要保健啊，或什么杀菌啊什么，就说建议你加盐哦，不要加精盐哦，我们加这个粗盐。哦，它有基本上比较近似于海水的比例，但它并不是海水，因为海水它有一些卤水什么，它基本上没有带进去。那一般的海水素呢，它会让这个更趋近那个组成结构更趋近于天然海水。哦，它有在添加一些东西，就是这个粗盐里面没有的。哦，风铃虾是什么？是内陆湖。哦，我们前次讲的是内陆湖产出来的一种，那个它就是广盐性的一种，所以它没有必要一定要水质这么趋近于天然海水，所以用这个粗盐就绰绰有余了。当然你用精盐也有可能孵出来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嘛，它这个建议的 pH 通常也不没有很低，哦，一般我们的天然自来水通常就是7左右啦，就中性的。好，那你如果只是加精盐，它不会对你的 pH 有什么影响，所以你的 pH 还是在7。 OK， 好，那再来我们再看这个一公升的水，然后又2.5克的卵。那通常呢，我会建议再稀疏一点，你不要真的啊，这是讲的是极限哈，极限。那你这个极限的相对来说，你的打气就要够强。那打气强的话，有一个缺点，我们等一下在孵化的时候，我会跟各位说哈。温度哦，28-30，那这个通常就是常温呐，啊。那我们现在这夏天基本上都是就是这个温度啦，那这个我觉得是还好啦，因为冬天，然后它这个温度越高，它孵化越快，在合理的温度下，温度越高孵化越快，哦，然后呢，那个温度越低，它孵越，所以有时候冬天我没有浇，那可能要孵到1.5天我们再收。那正常它是孵化时间是1天这样子，所以像现在夏天可能有时候18小时就会孵出来，哦，它主要是这几个数值。一罐15盎司是425克，哦，那这一罐呢？阿坤在虾皮上面买是
要六七百块，六七百块，所以它以前这种东西可能也是涨了，以前这种东西可能一罐就四百块左右而已。然后呢，这个最重要就是这个啦，这个通常我们保存齁，其实阿坤是放冷冻啦，而其实没有开罐前可以不用放冷冻哦，那冷藏。那为什么要放冷藏冷冻呢？不是保鲜，是为了保持干燥哦，保持干燥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一开的时候，里面是冷的，然后会怎么样呢？热空气进来，它就会怎么样？会起雾，哦，会起雾，它就会比较不好哦。所以呢，其实建议各位啦，就是说你反正你要复放一下，你就准备一个小秤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粗盐的话，一公升的水我们就是要放什么？我们刚才讲要千分之二十五嘛，所以一公升水我们要放二十五克的盐。那阿坤自己用天然海水的话，就是三十五，我们就再加一些淡水哦，不用到那么咸，可是就是大概三比一，大概三比三一分的淡水，然后三分的海水这样的比例哦，大概这样的左右哎，不用那么精准，可是就是大概要知道一下哦。所以如果你有准备个秤更好，就是要一克至少一克的秤嘛哦，一克的秤，那我们就是秤虾卵可以秤，然后这个粗盐也可以秤哦，准备一个小秤哦，就是基本像这样料理秤都很便宜啦，就是可以称到一克的这个重量就差不多了，也不用那么精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孵化桶，架设孵化桶那边呢，我们再做更多的介绍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去架设这个孵化桶了，走喽。好，那我预计就是一桶我要孵二十克，哦，二十克。好，那我们就倒二十克给它。啊，这个状况很不好哦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孵不出来。哦，二十克。好。哦，多了一点没关系哦，因为我们那个桶子一桶起码都有十五公升哦，所以孵三十克都没有问题。哦，那我们就孵个二十几克，好，就这样子。Hello， 好，那我们那个已经到达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是之前阿坤已经有一个了哈，已经设置了一个。然后现在可能一个不太够哦，一个不太够，我们就设置两个哈。第二个，我们做了第二个。哦，这个桶子比较大，这个桶子小一点点。好 ，OK。然后这个呢，一样哦，我们刚刚有称的嘛，二十克、二十克的，哦，二十克的各二十克的风铃虾卵。哦，各称二十克的风铃虾卵，然后呢？这个凤梨虾是这样哦，它在严苛的环境下，当你我们想象一下哦，它是一个盐湖哈，盐湖，那有时候会下雨，水量增多，盐度就会下降，哦，下降它适合的生存的盐度。当它今天呢，那个盐那个水分蒸发，它水中的盐度增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就变得比较严苛。严苛的时候呢，凤梨虾它会繁殖，但是呢，它这时候产生的卵，我们叫做耐久卵。哦，耐久卵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。哦，耐久卵呢，它怎么样？它会有外面有一层很硬的那个甲壳包覆它，保护它，哦，让它生命保护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等待什么？等待下一次的雨季来临。哦，所以今天呢，它会怎么样？水位，想象一下，它是产生耐久卵以后呢，它会怎么样？慢浮在水面上，然后随着水面蒸发的时候呢，哦，水慢慢蒸发，它的耐久卵就会在岸边慢慢的搁浅。搁浅呢，因为它在蒸发嘛，所以它那个环境是很干燥的，哦，很干燥，所以它 OK， 它不会死掉，所以呢，它就慢慢干燥，然后慢慢降，等待什么呢？等待下一次的雨季，下雨下来，第一个什么？岸边的耐久卵，它第一个接触到的是什么？雨水，雨水是什么？就是淡水，所以我们就是呢要仿造它什么呢？仿造它原生环境。反正它原生环境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能可以让它孵化率增加哦。它像这一罐，它其实孵化率没有很高，号称90%到95%，就是它其实已经有一些没有，它是制作过程没有那么精细。那有一些比较好的，可以孵化率到100%。那阿坤没有买到100%，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哦。因为那壳的残留对水母影响不大，可是对一些其他，如果你做一些其他鱼类就影响很大。好，那不管，那所以呢，就是一样，我们还是尽量希望它什么孵化率高一点嘛，因为孵化率高一点，食物的利用率就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先加淡水，好，先加淡水。还这个淡水呢，我们先用纯淡水加下去。然后我刚才讲了，大概是一份的淡水，然后呢，三份的海水，然后就会到达
至少是比较不会那么咸，哦，不会那么咸。那这个底座呢，阿坤刚才用的是这个石头，那之前阿坤这种是用比较厚的宝玉龙箱，哦，比较厚的宝玉龙箱去做成的。然后就挖一个洞，我挖一个洞在下面，然后就可以框住，哦，很纯粹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好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刚才讲，它第一个艾灸卵接触到的呢是淡水，哦，淡水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先用淡水下去，让它感觉呢好像哦下雨了，哦好像下雨了，接触到淡水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接触到海水。好，就带它去。OK， 那我们可以看到哦，那有打，我们有一个打气，对不对？然后打气呢，第一个就是做扰动，扰动，让它水面，我们好处就是水面上的扰动呢，它会怎么样？它有一些可能会怎么样，粘在边边，哦，所以就是先让它扰动。然后这个状态下呢，因为雨下一下，对不对？它是会把它从雨水慢慢把这个蛋呢冲刷到湖里面去，哦，盐湖里面去，或是呢，它本来就盐湖会上升，所以就慢慢会把这个。会把遇到这个卵，所以卵也最后会跑到这个，然后重点就是让它有这个好像生，第一个先雨水淋到，然后再来呢海水，哦，它再来海水去碰到它，然后它就会在里面开始孵化，哦，这是第一个关键，哦，所以先泡淡水，而不是直接丢到你要的那个盐度环境，哦，不是这样子，哦，因为它是在大自然是先碰到雨水，然后才慢慢去接触到那盐湖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是先这样让跑一阵子。跑到什么状态呢？我们刚才看到卵刚才下去有没有？哦，卵刚才下去，它会怎么样呢？会慢慢的在水中变等压哦，有的会浮在水面上，啊，浮在水面上呢，这又会因为打气，你看它搁浅在这边边，哦，搁浅在这边边，然后我们就大概拨一下，哦，拨一下，那这个也是哦，这个也是，就拨一下，拨一下，好，那也不用太久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。我们工作久，因为有一次阿坤也是这样子讲说啊，放个一个小时再来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过头了，哦，过头了，放了半天才想到，然后就来，后来那一批果然孵化，几乎孵没孵出来，哦，所以呢，有时候欲速则不达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就是要加海水啦，好，哦，加海水。当我们发现这个卵呢，在水面上已经没有那么多了，哈，哦，没有那么多以后。我们就是把它加海水，那预计是基本上差不多10到15分钟是最佳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捞一些海水，然后给它加下去。如果呢，你想要孵化率更好的话，我们第一个它关键因子是什么？溶氧量。所以阿坤通常都会再准备一支这个打气石的。哦，打气石，那但是不要现在下，如果你有记得的话，那差不多在六个小时后，当它这个卵呢更潮湿，它在这水中浮性没有那么强，再放下去。我，哦，再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现在这个气泡，哦，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气泡是，我们这个气泡是大颗的，哦，一颗一颗，它扰动之余有少量的溶氧量的协助。那但是如果你今天放这个，我，哦，放这个，它溶氧量高了，但是它的气泡也多。所以你很容易让这个什么，很容易让这个还没有沉下去的那个虾卵，哦，会搁浅在这边边，哦，搁浅在这边边，哦，你到时候就会边边有浪费一些那个虾卵在这边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你今天不要急着去先下这个打气石，但是如果你有记得的话，6个小时后再放，哦，6个小时后再放，哦，这边也有准备一个，哦，这边也有准备一个。哦，那所以呢，你如果越密的话，你如果真的要像那1公升水要2.5克的话，你可能一定要放这个打气石，哦，不然你那个孵化率就不会太好，因为你那个溶氧太低。你靠这个一般那种大颗气泡，它这个交换率，哦，气体交换率不够，哦，这都通常都要再加一支这个打气石。哦，那缺点就是我刚才讲，它会边会卡一层这个，哦，容易卡。哦，那这个也是会卡，可是就是尽量了，哦，尽量不会卡这样子。哦，那通常都会卡一些。那你有寻到就帮它拨一下，哦，那如果太久，哦，太久卡在这边，你没有管它，它就死掉了，你再拨下去也孵不出来。哦，那第二呢，再来就是什么？我们做这个丰年虾卵的时机。哦，那因为它的孵化时间大概是我们讲天气热是18小时，然后天气冷它可能要到超过24小时，可能要28小时，哦，到30个小时。那通常我建议做这个丰年虾卵在什么时候？因为呢，它什么丰年虾孵化，它有趋光性，丰年虾它有趋光性，所以呢，你有光的话，会比没有光，它的孵化率会高一些，
好高，这都是左右孵化率，我们刚才讲孵化率越高，食物利用率越好。我们希望这个富丰年虾呢，它怎么样？在中午，哦，中午的话，那你就是天气热，那可能中午前就可以收了；天气冷就是中午后收，哦，大概这样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尽量在孵化期间，哦，就黄金孵化期间的时候是有光的环境，有光。那我们有天然光源，我们就用天然光源。那当然更好是什么？你就加一支日光灯在旁边，一直照着它。那当然也很好，只是就是多耗一个电嘛。哦，需要说利用天然光源、天然资源，哦，绿能。好，就是用这个，然后就让它去孵化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等待它明天孵化，然后我们就要来喂，就要来供应我们的水母食用这样子。增加笼养，增加孵化率。好，那个已经孵化的丰年虾哦，它那个卵壳呢就会在停止打气的时候呢浮上来，哦，浮上来。好，这边也可以看到，哦，就会浮上来。然后呢，没有孵化的呢就会沉下去，哦，沉下去。没有孵化它就会沉在底部，哦，沉在底部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我们这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会用这个底部的打气管。好，从底部的打气管呢，把那个水抽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尽量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丰年虾孵出来的呢，尽量不要在顶部跟这个已经孵化的壳混合到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我们有它什么呢？有趋光性。我刚才讲它有趋光性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尽量让它丰年虾不要在顶部，我们就大概用个盖子把它盖着。好，盖着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比较，因为下面我们白天嘛，白天有光，所以它现在是从下面比较有光。它就会在比较中下部这边，中下部这边 ，OK。好，那交过了差不多3到5分钟，让那个丰年虾稍微下降以后，因为光照的关系下降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拔下这个它的原来连接的底部打气管，哦，底部打气管，然后呢，放到这个桶子，我放到这个桶子，然后它借由那个胃能差呢，它就可以得到丰年虾，哦，丰年虾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把它放下去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其实如果是以海月水母来说呢，这个壳都没有关系啦，这个壳它吃不下不会怎么样。可是呢，一般如果我们今天孵化的是一些小鱼苗的话，它可能会误食这一些壳。哦，那这个壳呢，对它来说是无法消化的，那就会导致怎么样呢？导致它就会死掉，哦，导致它会死掉，可能肠道堵塞。这时候呢，就需要各式各样的方式，怎么样呢？让那个壳没有办法，让这个壳呢没有办法让鱼去吃到。那很多方式，有的人会选择说什么100%孵化率的，哦，100%孵化率的那个丰年虾卵啊，哦，比较昂贵啦，或是说用很多方式，譬如说饵料生物网的过滤啊，诸如此类的，哦，一些东西。因为各有各的方式啦，吼，那基本上呢，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，然后这一片流量也不错的话，我们再去做深入的跟各位介绍，说怎么样纯化这个丰年虾卵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就不用管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打气，我们刚才那个碰出来打气呢，我们就来打这一桶的水，好，就让它那个丰年虾的水就流到这一桶这样子，好，流到这一桶。那我们可以把它另外再放一个桶子，哦，留这一桶子，好，不然到时候有可能会淹过来，哦，淹出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就可以来喂食我们的海月水母咯。哦，因为我们那个水是半咸水嘛，然后水母是纯海水，我们就不要让那么多的偏淡的水进去，哈，偏淡的水进去。
我们要倒在这个入水口处哈，让它冲的比较散一点。好了，那底上就是我们那个孵凤年虾，然后来喂食这个水母豆营养补充的那个影片哦。那影片就到这边咯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喜欢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全当记得打开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发布讯息。阿坤的水族游乐园呢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Thank you.